这一次的生日礼物里面还有，这次的生日礼物里面还有礼物送给妹妹的哦，还有外婆送给妹妹的礼物哦。那我们打开看看吧，有什么？礼物送的吗？你要给礼物送什么？你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拼图万花筒。我们打开看看好吧。这是万花筒哎，里面用转的，你用转的可以看到啊。然后这像拼图，你看上面可以把艾莎安娜拼在一起，给爸爸看一下。上面是艾莎安娜哦，你把它拼拼图这样子，把它拼成正确的人。送一个什么东西？我万花筒已经变得好漂亮了。